半吹哨，比赛开始。
个绝佳的位置。尝试吊过顶球，没有穿透力的传球。想起来了，门兴格拉德巴赫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胜利啊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就是表现比较好的一方嘛。好了好了，苗指导，不要再扫地了啊，起来啊，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？尽管提前一轮晋级，但是他们并没有保留，好像是在释放一个信号，我们是奔着冠军来的。